光，他又是我们云科大毕业的目前就读云科大，他也算是我的学弟，那我们能够以云科大毕业的校友为他加油打气，真的是我们云科大的之光，也是我们新彰化的之光。他今天非常感谢陈进能够代表我们台湾来参加世界技能检定技能比赛，他能够祝福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为我们彰化母亲还有云科大来加油打气。在画图上遇到，就是可能在学习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说我在画图或我很比很多项目，那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很容易画不出来，那我们画不出来就是必须要透过老师去询问老师，还有去询问学长，然后去了解说我应该要去哪些改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去慢慢的去摸索，不会的东西在现场非常关键，然后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发挥出来，然后才可以让我们得到。那我要非常谢谢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爸爸，那几年里面的每天的栽培，然后带我去训练，然后让我从没到能到。也可以获得那个非常好的成绩。谢谢。新职官我们的张成进同学荣获我们全国技能比赛的铜牌奖，那也代表县长来这里接龙榜，恭喜他们。那成进他自己本身也非常努力，虽然他自己有身障，但是他不放弃，家人也不放弃。那这个对我们社会都有一个很正向的意义，他也代表县长祝福他，恭喜他，谢谢。明年要代表我们国家到俄罗斯参加比赛，那我们也希望。然后我们今天还在聊，那加油打气，同时也是我们的新职官，加油加油加油！那他多少？啊，赞！